继续今天消息来看是有一名80岁妇人，伊伫咧一透早前往寺庙拜拜，却因为身体无爽快，头晕是规身躯拢软去，倒伫咧地板顶头。经由民众报警到现场，都是协助联络救护车到现场，先将伊来救护送医。好在这名妇人平安无代志，而警方嘛呼吁，因为即阵嘛在气候变化较大，若是有身体功能比较较无好的民众，都爱注意保暖。80岁妇人透早前往寺庙上香，伫咧香炉金砖区要点香的时，突然感觉身体无爽快，他却讲向前软倒，规个人倒伫咧涂骹。经过民众报警到场，并且协助联络救护车到场，并予以紧急救护，并且送医。有一位妇人80几岁，那入倒在路旁，那经警方前往现场了解之后。是因为该妇人是要去拜拜庙里拜拜，那结果因为身体不适，突然昏倒，坐在地上。那警方经了解之后，看这妇人的身体状况，然后护送该妇人。好在这妇人平安无啥要紧，警方呼吁最近季节变换，天气一时啊寒，一时啊热，气温变化大，容易使心血管疾病突发。60岁以上的老人，或者是有心血功能病史者，应该加注意保暖，降低罹病风险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